处境剧添石，汤盈盈家庭工作难取舍。无线处境剧《爱回家之八时入席》的台前幕后，日前就齐齐庆祝该剧将于星期五播出第100集，更加即场宣布会添石多100集啊！对此，汤盈盈表示好开心，不过佢坦言个心有一半喺家庭，一半喺工作，觉得好难取舍啊！咁系开心事嚟嘅，咁不过咧，我自己个心咧就，哎呀，有一半喺家庭，一半又喺 TVB 嗰个家庭，我而家挣扎紧，系应该系去点样去方向去做咯。咁而家暂时咧，我开咗呢个100集咧，我屋企嗰方面咧都 handle 到 ，take care 到，啲小朋友都仍然都好开心，老公都好开心，咁样，所以就而家加多100集咧都 OK 嘅，系啦，系啦。既然而家添食多100集，咁真系 keep 住日日都要开工啦。咁老公钱嘉乐又有冇怨言啊？冇，佢乜都唔会系咁噶啦。咁嘉乐都我哋两个都系呢一行嘅，都好明白我哋即系个 schedule 系点样嘅。咁同埋我自己都我会安排得好好咯，即系点样，即系起码都佢哋有饭食啊，准时啊，准时开餐啊，准时八时入席啊，所以都 OK 嘅。